小胖啊，给来份辣椒小炒肉。好，这一份是多少钱？28。28块钱，放多少肉呢？一斤。这么多啊？这么便宜吗？啊，今天又贵着卖吗？哦，大集上确实没有贵的东西啊。小胖的辣椒小炒肉，好，肉先给焯个水，洗个澡。啊，洗个澡。小胖，这是湖南版的是吧？啊，湖南版辣椒小炒肉。内页版。就是人走锅还在，你看啊，人走了，锅还留在这里，说的就是这个。漂亮，这么一份。这肉得焯多久啊？焯个血沫。啊，把血沫焯掉。在山上买的。在山上买的。你看多好，都是大山上的猪肉。哎呀了，猪里边这么多血沫子，学一学知道吗？好，长沙版、湖南版一定要学一学。你看这猪肉，你们直接炒这么多血沫子，还是小棒会做。哎呀了，就是这么经典。好，肉一定要先给焯水。好，焯完水的肉一炒，绝对小味就不一样了，完美。哦哟了，满满一斤肉。好，两号还得再给刷个锅。你们就说吧，这个卫生程度，你们不要看大集上，你们有的时候说脏，其实啊，很多厨房你们看不到操作的时候吧，它也不一定干净到哪里去。好吧，来了，加上98号色拉油。好，肉片下入锅中，肉块下入锅中，多放辣椒，哎，才能叫辣椒小炒肉。小胖用迷茫的小眼神在这炒着，腻了，肉一定要煸出肉香味来，这个才是灵魂的关键。漂亮，完美。辣椒，辣椒小炒肉一定要加辣椒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好嘞，滋滋作响啊！这肉粘锅不是，就是你设计的就是这样子是吧？就一定要有粘锅的这个感觉。你看40度的天气炒着辣椒小炒肉，其实它也是不容易的啊。哎呀了，这小火苗在这高温60-70度的天气下，你们想想，正常天气40度，然后加上那个锅一炒，好，加上辣椒，我比较能吃辣啊，没事，多加点儿。好，加上酱油。哎呀了，这小炒肉一定，小胖一看就是好色，哎，颜色一定要重。好，再来上一勺子高汤，哎，有好几层楼那么高的高汤，旺火快炒，哇塞，出来一朵蘑菇云。好，并不影响。哦，这个肉你看炒的小感觉哈，鸡精味精放入锅中。好，还得再来上一勺子盐。漂亮。哎呀，这个小感觉。好，核心的关键就是辣椒。哦，还得来点秘制小料啊，这个你们看得懂就看得懂，看不懂就看不懂的啊，我也不知道扔了点什么进来。看看再加上什么，加上辣椒，这个是关键。辣椒炒肉主要炒的是肉啊，不是辣椒。肉炒辣椒，那炒是辣椒，辣椒炒肉炒的就是�肉，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！只放了3两辣椒，1斤肉，这才叫正宗的辣椒炒肉。来上大葱，来上香菜，灵魂的关键就在这里。好，加上82年的山泉水儿，好，马上就可以出锅。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，不好吃还给你免费，完美出锅。哇塞，漂亮，辣椒炒肉，哎。你们谁吃过这么正点的辣椒炒肉？28块钱，满满一大盘子，全是肉，漂亮，完美。这么满满一大盘的肉是28块钱，全是猪的瘦肉，你看多有感觉，这个小肉，来一块试一下啊。这个地方的肉，肉有肉香味儿，土猪肉吗？后腿肉，炒的就是腿肉，猪肉有猪肉的香，辣椒有辣椒的清爽。这个整个美拉德反应出来了，这是临沂版辣椒炒肉。